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92集的节目。那、啊、可能有人要说啊，胡服骑射，你这是加足了马力，要赶快冲向1500集啊！你心里面就这么痛恨 TFND 吗？哎，刚一时不小心激动啊，有个东西撞到了这个支架啊。这个其实也不是这样，是节目本来就更新啊，从以前到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有空档就更新一下玩具的开箱。那么心情不好或者是有什么苦水想吐啊，我们就拍个节目放松一下啊。从来呢就不是说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啊就加快速度或者是减缓速度，当然太忙会减缓了啊。那今天的更新只是正常的更新，因为我假期还没结束嘛，那就有空档，咱们就玩个小玩具。这个魔方推出的致敬到变形金刚G1探长的玩具，规避版权的关系呢，取名叫做侦探。那么这个盒位其实很漂亮啊，它的背景的话呢，是一台吉普车，然后在夕阳的海边。那旁边的这个东西呢，顺便跟各位提一下，以一个摄影爱好者跟各位提一下，旁边这个叫做勾边光啊，这个呢是非常漂亮的一种光线的表现。那么如果说在做各种拍摄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打造出勾边光，对于人物的立体感，还有主体的这个呈现呢，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这一款侦探啊，它有附带一张人物卡，人物卡跟合会是一样，这个画风我还是有比较喜欢的。然后它还有附带一些小配件啊，首先啊是一张替换脸，替换脸实在是很小啊，太小了啊，或者老花眼啊就不容易换，但是这是一张张嘴的一个表情啊，今天就不替换了，我眼力不行。然后这把枪的话呢，是在车形态下做一个使用，以及有一个这个笼子牢笼，这个应该动画片里头有吧。然后有一把钥匙，这个钥匙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开锁的功能啊，这只是插进去再拔出来，插进去拔出来而已，这个功能就非常简单。那这个是需要稍微组装一下，但是绝对不是很困难的，那这个就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关进去啊，官方狗把它关进去好了啊，不知道能不能关得住啊。那么还有一个特效件啊，这个像是喇叭孔啊什么的，动画片里头应该有类似的东西啊，但是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啊。这个G1其实我是看是有看，但是呵呵呵哈哈哈这样的很欢乐就把它看完了啊。喜欢一个东西呢啊，喜欢最重要啊，并不一定要非常的专业嘛，对不对？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重点是我们找到一起喜欢的人就好了啊，并不要指望他啊跟你一样内行，对不对？那么我做开箱玩具也是这样啊，这个有一些疏漏啊什么的也是难免的，毕竟做了1000快1500集了，对吧？给自己找借口，你看这款侦探做得非常好人形你可以看到一下，除了手，我觉得手是不是偏短一点，如果手再多一个拳头可能会好一点了啊。那么背后很完整啊，造型很漂亮，然后轮胎卡在这里，后方有一个大两侧不对称的一个造型，后面有一个方向盘，我自己是很喜欢，也没有什么背包啊，这是完全可以接受。肩炮呢也够大够尖够漂亮，而且够彪悍，坚挺度也挺好啊，各方面来说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机器的硬派的一个 style。 可动的也不错，腰身可以转，手臂平举360度的转动啊，二头肌在这里也可以转，不过它的二头肌都偏紧啊，手肘弯大概90度。那么拳头当然是可以转的，头呢当然是可以往上，也是可以往上抬，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啊，所以多了后面的这个开口。那么脚前踢啊没有问题，侧踢裙甲要掀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后踢有点问题啊。这个后踢的话呢，我试了一下，这一片好像这一片我是抠不开，应该是不行吧。如果你们的都能够抠开，那表示我变错了啊，反正变错了变错了啊。这个它往后踢好像有问题吧，就是没有办法往后移动不了，只能到这儿，前踢没有问题啊。不知道是应该是吧，这个反正我是掀不起来。然后膝盖大概可以弯到超过几乎是整个重叠了，脚踝有很好的一个接地啊。整体来说呢，这一款玩具的可动来讲呢是非常非常赞的，几乎你能想象到能动的呢它也是都能够动的。那么其实现在我的节目来讲的话，肖比利的玩具可以说更新的非常的多啊，因为我还是觉得像现在的话，肖比利的玩具第一它够疗愈，第二它空间占的不是很大，而且这我常做了三家的第三方的肖比利啊，确实都非常的漂亮啊，各位可以就是尽量参考这些玩具。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侦探的变形过程啊，可以说是彻底利用了它尼龙材质的一个优势啊，非常有趣了啊。
我们先把上半身给分开来，那把这个拳头的话呢，收纳进去，它这个地方很好抠啊，就抓着小手手呢往下一搓啊，就能够把它给抠进来啊，这个感觉比较舒服，不用用指甲去挖啊，感觉挺好的啊，手臂先收进去到这边就行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头给往上翻上去，头的话呢给它转过来之后呢，整个翻着180度啊，各位可以记得啊，翻成是这个形象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把头收进去之前呢，我们要先把这个肚子里头给清空。那么清空的做法呢，就是先把里头的这个部件呢都给翻出来啊，这里面都给翻出来，这边也是一样的啊，整个都给翻出去，这里还有一片小部件，记得把它给翻出来。然后轮胎的话呢，先往外边翻出去，然后呢再把它往下面讨一个角度下来啊，待会还要再扣回去。翻下来是把这个通道空出来，我们可以方便把这个拳头啊，把这个手臂给收进去。那手臂收进去的时候，各位看一下，它是转成这个方向，然后呢这个手肘要转个90度。总而言之，总之的话呢啊，我们是以最后是以这个形象啊，在这个状态下，这个孔啊要朝着我们的方向，因为到时候它是需要靠这里来做一个结合的，到这边上来，这里转一个角度过来，到这边翻一个90度上去啊，到这里，好的，到这里，好，到这边，这是我们目前需要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形象，到这里就行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头啊，就是里头的空间已经腾出来了啊，我们就把这个头直接往内塞，但是先把这个地方抠起来，头先下去，这个地方再盖起来。好的，没有问题，到这里啊，头的话呢可以顺便的发挥到一个功能，把这两个手给抵住啊，不会往上面太往上面顶上去啊，就到这里。那么最后就是把这个轮胎的话呢再往回面顶，再往上顶回去，这里有个凸啊，往上扣回去，到这里啊，把它给按下去，这里也是一样的啊，往上按下去，到这里啊，暂时到这边就行了。那么下半身的话呢，我们先把腰部呢旋转180度。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这个地方先翻下来，然后呢这个部件翻着，然后跷跷板式的翻着180度到这里啊，整个打平翻到这，然后呢侧边这里拉开来之后，往外面拉开一点点，拉开一点点的目的呢，是因为它拉出来一点点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滑槽才能产生作用，可以把大腿放进小腿里头啊，这个时候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给推进来。然后我们这个部件的话呢，你看到这里有两个凹槽，它内部有两个凸，我们就把它往上推啊，然后它会有一个卡住的一个感觉，这里因为看不到啊，你只能够凭感觉去把它给扣上。那么另外一侧我们也先把它给腿也一样把它给缩短，先把这个脚底板做一个180度的翻折，然后侧边这里拉出来，往侧边跳出来一点点，那这个时候这个滑轨的话呢就产生作用啊，那这个后面这个备胎不小心被我给漏到地上了，这个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毕竟是一个扣上去的一个零件，然后这一样扣上去啊，这边把它给扣到底。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两腿中间这个该合并的我们就把它给合并上，到这里。好，合并上之后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部件呢塞到内侧去，然后你要注意它上面有一个凸，它这个凸要扣进这里，有一个小小一个凹槽在这边啊，它会刚好被这个地方给挡住了，这很里面有一个小凹槽，不是这个啊，是里面这个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这里整个把它滑进去啊，上方这里有一个小凹槽，把它给扣上，好的，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腿啊，这个地方记得是把它给整个推下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做什么呢，把这个方向盘记得、把它给挑出来啊，然后我们这里不是有两个洞吗，两个洞就是要扣这两个凸啊，就把它扣上去，以及呢这里这块部件要把它卡到这里，还有这个凸跟凹这里要做个结合，它现在有六处要结合，那我们先组合，我个人建议是先扣这里，这里把它强行的把它拉过来，利用塑胶的韧性，强行尼龙韧性强行把它拉过来，先把它给扣上啊，这两处呢一旦扣上的话呢，它的一个形状基本上已经跑不掉了，到这边扣上跑不掉了，然后内侧这两个地方呢运气好的话呢它会刚好就卡进去，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两个刚提过的这个洞绿色的洞对灰色的凸啊，我想到纳美克星人跟灰色的我已经想不到什么了啊，反正就是你们懂我又要讲什么了，对不对？好的，那么这一款这个魔方所推出的这个
Detective 就是侦探的变形算完成了。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滚动性啊，你可以感觉到又安静又流畅，对不对？非常好的一个流，太流畅了，差点掉到桌子下面去啊！是说这个玩具应该也不是很怕摔啊，这个尼龙的材质算是很特殊的。那么这里的话虽然有一点歪啊，但是其实不太影响它的一个轮胎的滚动性啊，完全不干涉的。那整个推起来的感觉就是很舒服，然后轮胎的话是一个橡胶胎，你是可以把它给拔下来的，然后就有一个方向盘啊、枪啊什么的。那可以说这款玩具呢，在人形啊、变形呢，还有车型上面的话呢，都算是照顾的三方面都有照顾得到了啊，玩起来是蛮舒服的啊，变形的手感啊非常的不赖，那整个。翻转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啊，容错率呢也非常的高，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舒压的玩具，而且就是两个形态啊都造型做得非常的不错啊，个人还是蛮喜欢的，颇为推荐这一款魔方所推出的侦探。那如果各位心有余力的话呢，啊，我会蛮建议各位把它带回家的。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